当科技在人类意识中仍是个未解之谜时，那些科学家们被称为非主流怪物，但是在不为人知的背后，正是他们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，也同时改变着他们自己。你好，我们这儿已经清洁干净了，你要不去别的地方清洁？嗯，我是来约会的。你就是那个我在 QQ 上认识的莫妮卡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啊，小唐，你长得好帅啊！你不是说你有林志玲的美貌、大 S 的皮肤，还有小 S 的神采吗？哎呦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哎，想我芳龄二八，貌美如花，有好多男的想要追我，哎，我都没有答应他们。可是嘛，对你来说就不一样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一来了呀，你觉不觉得呢朵花好衬你啊？谢谢咯。喂，咁你收下呢朵花，你将你个号码俾我。好啦。我咁啊，我哋啊要饮啲嘢咧。莫妮卡在国际科学竞赛中同获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四大组冠军，并授予科学霸王的荣誉称号。有请 SCIE 学生会主席鸟达为其颁奖。If you really want it. Okay. 哎呀，不好意思。什么跳舞的？我正在练习凌波微步呢。莫妮卡小姐，我正好捡到2000块钱 ，Prof。晚上要不然我们看个电影？甩都不甩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爽了。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为我的心。飘着雨的过程中，
和你啊，我知道你获了很多个大奖，其实我也很想做一个科学小霸王。那别灰心嘛，听说 SIE 最近要举办科技节了，你去参加说不定也可以得到这个称号哦。科技节你参加了没有？科技节又是小学生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啊。小唐你长得好帅啊。你快卡。所以我要说 SIE。 好，可以了吗？排排一直都开始的 SIE 科技节不能开始 SIE 科技节要怎么可以啊。可以了啊。SIE 科技节